日前 ，First 青年电影展主办方发布 First Frame 第一帧2022年度宣言短片《我的朋友》海报，并官宣由周迅、王一博联合主演的年度宣言短片《我的朋友》将于10月31日正式上线。王一博，《我的朋友》是 First 青年电影展携手香奈儿、Chanel 联合发起的 First Frame 第一帧单元本年度的宣传片，旨在鼓励更多女性主题的影像书写，关注多元表达，聚焦青年创作生态，鼓励坚定表达的创作勇气。该片以时间为线索，带领观众重返电影院精神，以期鼓励更多的创作者勇敢表达自己的第一帧。导演为张大磊。说起我的朋友，可能有些人感觉比较陌生，甚至不知道王一博什么时候拍的。其实这个短片就是《冰与火》开播之际所说的陈晓正在陕西挖土中，王一博在内蒙古懵逼时拍的。当时网上还有路透，当时不是黑子黑王一博了，就连王一博的亲妈粉都会愣住，需要好好辨认一番，真的是完全看不出那个人是哪位。这次终于好好看看王一博的人物角色塑造能力了。仔细想想，周迅、王一博从《花的游吟》到电影《无名》，再到这次《我的朋友》，两位已经三搭了。其中王一博和周迅联合拍摄的 Vogue Film 秋冬刊封面真的让我记忆犹新，调酒师和歌女指尖的不经意触碰，暧昧氛围满满。还有有张周迅贴近王一博的喉结真的好遇。电影《无名》中两人再次合作，制足 GQ 中有两位的照片，期待《无名》能够早日上映。今天晚上《我的朋友》不见不散，也期待王一博周迅合作的电影《无名》能够早日定档。 PS 原创不易，又被限流，恳请诸位一键三连，关注点赞评论。